我是吴俊勇，用手去思考，让灵光泄密。蛇在我心目中是神秘、灵性、高贵、华丽的形象。《光的种子》这件作品采集东方西方的神话典故，为了制作出宝石和发光的蛇纹，荟萃了几十张作品里面的精华之处。本次的合作创作，从构思到制作，细微的瑕疵都推倒重来，来来回回要打磨上千遍。艺术创作带来的美妙快感，是突破与进化的力量。好工匠往往就是伟大的艺术家，好艺术家同时也是精湛的匠人。